你也没有。再来一下。我买的这个是小狗爪子。哦，你有了。在吃 J Square， 点了一个 Thai milk tea， 让我想起了 Bam Bam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上海和日本。上海 Fog 和日本黑芝麻。哇，My Thai milk tea， 像点了一颗麻薯。我以为要喂我。所以是上海茉莉花吗？他这个试一下，等会儿、啊、等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地先吃，地球母亲先吃。这个是茉莉花，这个是黑芝麻。对，哪个好吃？我觉得茉莉花的还不错。那我会铲它一次。怪不得是第一个。嗯。黑芝麻比较好吃，好特别、啊、，Gary Point， 好多人。冷吗？冷啊！嗨现在要换一个牛逼的镜头，300万的镜头要上线了。那个好像没拧紧。300万是像素还是价钱？300万人民币。300万加币。天哪！一套房就在他的手上了。天哪！一套房。那我不得补个妆？哎呀，被站住了现在。我操！你这还是你这是一点几？1.8啊，1.4。没有想到赏樱的时候还要穿这么多，穿一个大袄子。我想要穿羽绒服还不让。哎，不，网红赏樱花的地方。反正那边就好像挺长一长街，挺樱花的，看到那边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嗯哼，应该都看到。OK。哇。哎，这里 nice。而且下雨现在没什么。来到了温哥华樱花网红街，准备去拍一个大坡，全部都是樱花树。专业摄影团队。我这还是蹭的一个镜头。你是什么？我是大师的镜头。大师拿的是什么？男人给我拍了两张照片以后，拍自己的车车，哎，现在是一个挡在车前的动作，接着拍呀，不拍了？啊，我过来你就不拍了？给你拍了。哎。第三站了 ，Queen Elizabeth Park， 这里的树要大一些，但是人也多一些。蛇牛。夹走。哇，这是一个长仔鸡蛋的欧文。非常美。哪个？
可能非常的麦当劳，可能是没有加上那个番茄甜酱。我们今天来吃田师傅三号店，点了一个热干面，还有一堆串串。我觉得很咸，哼，感觉是还不如那个方便面，味道不太顺。我喜欢吃这种没有肉的，纯是淀粉的鸡肉肠。Yes。The About Us page, but not the career page. Yeah. The 一万次来吃云之南，点了一个泡鲁达。这是椰奶泡面包。来吃一口。就是椰奶，就是椰奶。对。哦，它是著名的缅甸泰国食。缅甸泰国被放到了云南菜。这锅鸡汤不是很甜。谢谢。是啊，不甜。工作了一个月，今天第一次完成第一个 hand off， design 了整一个 feature 的 flow， 然后现在要交给我们的 developer， 非常激动。有哦，你在说什么？没有，这样就会推荐你 YSL 小金条，非常的好使。回到家了，竟然收到了 iPad， 嘿嘿，一个开箱 iPad Air， 我们买的是第五代，是紫色的。那我撕开了。是韩哥给我买的礼物，嘻嘻。其实他的笔已经很多天以前就到了，但是这个 iPad 迟迟不来。它的封面就是紫色的耶，咋拆呀？这个，哦，开了，好轻啊，其实，好薄啊，好扁。哦，是这个紫色，其实在镜头里看也没有很紫，但是肉眼看还挺紫的。感觉有点像蓝色，就是紫蓝紫蓝，但是那个蓝会更蓝一些，还有字儿呢。今天买个壳。嗯，我在 Amazon 上买就好了。没有太多想用它来画的东西了，明天就买一个 Procreate。怎么开？我一个土老帽，开机都不会。然后就是充电器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。现在的包装东西越来越少，原来还送一个耳机呢，现在也没有。这个笔。也是有字的，能看见吗？ Anyways， 反正就是给小猪的。哦，设置指纹是在上面，我接下来就慢慢搞它，给它慢慢输进去。王师傅祖传贴膜怎么收费？3000吧。贴完了，嗯，完美。一个 perfect， 买了一个防纸膜，是不是写上去还挺像纸的？嗯，不错。你在画什么呢？画的是谁？大王。你把它缩小，我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你在画谁。女王和菲利普亲王。
女王的雕容。好的。被分配到了一张姐妹桌。今天风真的太大了，我们两个都被差点吹到 Stanley Park 下面的海里。但这个上面全部都是艺术画作。这个是没有，但是我也有看到。什么纸巾？我点的是北非蛋加上 Turkish 的牛肉香肠，阿莫吃的是 avocado benedict 一些蔬菜，不知道绿绿的是什么，反正你来抓吧一口。原来在 university 上面那一家 Landward， 对，我跟是的，我跟赵一飞总是去三三千不知道今天的风有多大吗？看看吧，我的鞋子，真的好大风哦！今天，你看那些小旗飘的。对，我就当时看到。他好壮啊，他有腹肌。你看。我们买了两个小时的停车，然后发现吃饭只能吃一个小时，还以为这个一个小时会绰绰有余，对，会亏掉一个小时的停车费，结果我们找了一个小时找不到车停在哪儿了、现在还有十分钟要赶到那个车旁边，要不然还会吃罚单，我要枯萎了。为什么没有一个标记我 last park 的位置？我已经枯萎了，现在最后的希望是走到海边看看有没有，一定要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walking sightseeing 这样的一个 agenda。 我们找了一个小时的车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两个手冻得通通红，冻得通通红，竟然还收到了罚单啊！因为我们买到3:03，然后那个单子是什么？3:17。天哪！而且这个停车场超空的，就过了这么一会儿会儿。哎，一个难过，回去查一下这个要不要赔。这个花真的非常的有仪态，它每一个花骨朵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一家的豆腐脑真的是最好吃的，你看它有这些料，上次那一家都没